小狗狗，等一下。快乐小狗狗，等一下。干嘛？外面就没有东西。啊，你出去也找不到老鼠啊。干嘛？外面就没有东西。那你出去也找不到老鼠啊。很晚了，你怎么听得懂他在说什么？我们家的也一样哎，爱讲话，爱顶嘴，真可爱。我家的也是，半夜吵着要出去抓老鼠。白目哎，这场窝是怎样？太搞笑了你。影片中的主角欧告是个傻黑甜妹妹叫牛牛，平时非常喜欢散步，就算室外刮风下雨也要出门。近期四主还发现牛牛爱上弹琴是摸头，一般的摸头可不够，继续弹摸不要停，好舒服哎，故养得真好，好漂亮。你是不是很美？他跑回来，我以为是要跟着我回家，结果竟然冲刺去另一边田。养过最北的狗应该就这只了。吃下去了吗？
还有藏在上面。吃下去了吗？还有藏在上面。快点！